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武林高手，给我们带来国标舞表演《舞动青春》。I'm gonna tell on Mary about Uncle John. He sings to the blues, but he has a lot of fun, oh baby.第一位登场的呢是宋欣桐哦，欣桐今年9岁，她从5岁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接触我们的国标舞了。下来呢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的呢是吴卓俊，那他今年9岁，5岁开始哦就已经学习国标舞了，非常好学的他也非常喜欢国标舞哦。John with a long tall Sally, you saw Mary coming, and he doesn't give you any of your baby.那么的两位小朋友呢在2022年呢一起参加了新加坡儿童国际拉丁舞比赛，并且呢夺得了冠军哦。今天晚上呢为大家表演的就是热情又有活力的国际拉丁牛仔舞。节奏轻快，步伐呢轻盈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两位冠军哦。是非常可爱的两位小朋友，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国。